来，手机给我。啊。帮我拍照。来。别拍了，来啦！我喜欢光客了。拍个照片怎么样？纪念一下。好了，等他们拍。三二一，哎，好，再来一张。二，不要吗？一二三，宝贵什么？诸葛亮。嗯。三。哦。怎么样？看见了吧？挺好的。让我看看。拍的不错，发个朋友圈吧。哎，我的手机呢？哎，已经删了，删掉。哎，别删了，你都发出去了，再删掉，别人都看见了，还以为有什么事儿。哼，我偏要。再说了，我今天心情那么不好，好不容易心情好一点，你能不能顺着我一点？咳嗽多喝点水。我不删了，来，往里切。你干嘛用刀子切我的？那我切你的。不是，这么粗鲁吗？哎，来，这么没有素质。我说我要不要换一桌吃啊？可以啊。啊！切不切？啊！你别抢我的鱼，你还给我，走开了！你都吃过了，又没擦擦我的。竹林路，有机会。你长本事了你啊！我说你今天怎么不过来上班呢？你玩的挺开心啊，啊？别跟我装老实，现在。咋那么兴奋啊？你看温暖姐，小陆总真的好帅呀！听说他特别懂浪漫。你昨天去哪了？没去哪儿，就普通吃个饭而已。咦，普通吃个饭？那你看他笑得那么开心。哎，表情可骗不了人啊！你以后得多发。郑总早。郑总早。快回去工作。温暖姐，战总他今天怎么了？他笑得那么诡异，我都不敢说话了。不想遭殃是不是？快回去上班。哦，好。接下来大家就上各自分工吧，完成了相关任务，都汇总给温暖。啊，老大，这接下来好长一段时间了，大家要把所有的工作精力放在工作上。可能咱们就没有休假日了，没什么问题吧？我没问题，我也没问题。你呢？没问题。那我们就先去忙了，撤了。
文特助，接下来周末不能休息了，没事吧？我知道，没问题的。还有个事情，我需要提醒你一下。你现在的身份已经不是路人甲乙，你是钱宇的总裁特助，所以在你看来没关系的一条朋友圈，很有可能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。虽然我不如您，可以随时进入角色，利用身边的每一个人、每一件事，但我也不是初入职场、不谙世事的人。公司上面的分明我是知道的。好像从英国回来之后，你心里的这口气还没有放出来。有幸站在胜利者的阵营，我都感激不尽了。还是战总，你认为我有什么立场值得我生气的呢？你能有这样的意识，我非常高兴。但是我不管你男朋友是谁，我希望你的任何决策都以钱宇的利益为主。难道在整个 Alpha 案当中，我不是这么做的？那我非常期待你接下来的表现，你可以出去了。钱宇总裁办，你好。温暖，是我。池总监，有什么事吗？战总刚刚交代下来，因为易仲案的推进，各部门都会很忙，尤其是你还要负责整个工作的整合，所以接下来你要辛苦了，周末又要加班了。既然我是钱宇的员工，就算周末要加班也是我分内的事。钱宇从来都不会亏待员工的。以后只要你周末加班，都按3倍的日薪给你。这点钱算不上什么，只是一点补偿吧。3倍日薪，池总监，谢谢你。你不用谢我，你要谢啊，就谢战总吧，是他特别关照下来的。再见。温暖姐，周末加班有3倍工资啊？是啊。是不是好羡慕的？不如你留下来跟我一起加班吧。我觉得虽然3倍工资是多，但是也比不上我周末去逛逛街、谈谈恋爱什么的。哎呀，温暖姐你太可怜了。你要是每个周末都加班的话，我是不是就没有机会看到你跟小陆总秀恩爱了？真奇怪，不知道之前是谁。老说有人在朋友圈里面秀恩爱，很讨厌。今天呢，一下我多发几张照片，一下子又在这里乱洗，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那不一样嘛，要是讨厌的人翻呢，那肯定觉得碍眼；但是喜欢的人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就像吃糖，甜甜的，甜甜的。看来我是讨厌的人。南贤，你切牛排能不能慢点？牛排都让你切坏了。
我觉得有些事儿啊，慢下来效果反而会更好。你有什么话可以直说呀？易仲那个案子一直都是我跟管提在负责。温暖作为总助本来就已经够忙了，现在在负责这个案子，工作量加上一倍都不止。你就不怕把他给吓跑啊？我告诉你，关于这个事情，你所说的正好相反。嗯？有的时候人太闲了之后，会容易胡思乱想，做一些无聊的事情。你这么做是不是因为看到了温暖的朋友圈啊？啊？啊？在你心里，我就是这么个无聊的人？可不就这么无聊吗？反正我只知道一件事儿，温暖自从到了66楼之后，每个周末都会去加班，同时你每个周末也都会去。温暖跟朱林露出去玩的那个周末，你去加班了？吃饭多不多？我不爱吃火锅，多吃点啊。高总你好，潘总你好，潘总你好，小潘总没来啊？啊，文明啊，我那个弟弟松散惯了，不用等待。哦，那这样，高总，你要不先带潘总上去，我留下来等小潘总。行，那麻烦你了。潘总请。电话借我用一下。好。小戴，他们先上去了，我留下来等小潘总。潘总，哎，我这刚才路上有点堵车，来晚了。没事，高总还有潘总已经在会议室等您了。多谢你们，还专门在这儿等我。应该的。其实上次宴会之后，我就很羡慕站总，像你这么好的助手，现在可不好找。哪里，过奖了。走，请。下次见。好嘞，那咱们下次见。小潘总，再见。再见。